时隔一年半终于合体，将于台大体育馆连办三场 dance party。 2月20日，成员银赫、崔始源、东海、周密四人率先抵台，四人行程首站定在位于台北东区的松饼餐厅，大批粉丝闻讯来到店门口守候，这也使得小小店面马上塞爆，还有粉丝为了遗忘偶像一面更危险攀爬围墙上。虽然四位团员短短停留不到20分钟，店外交通一片瘫痪，团员离开时粉丝们更加疯狂，叫成一片。乐视娱乐台北。